因为那把剑叫挽留剑，我师父说过，每一代主人都是如此。只要第一次为谁拔剑，就会和那个人纠缠一生。我第一次拔剑的时候，就是为了你。 你来这儿是想我了，想睡觉了，还是想和我睡觉啊？都不是。我有睡觉的地方，我只是有些话想和你说清楚。嗯，那你说吧，我听着。男女之事倒也不难解，最重要的是你情我愿。如果双方都是自愿，那自然有的谈。所以。 你得先确认对方是否是自愿的。男女之事并不难解，最关键的是你情我愿。如果我们都是自愿的，那就有的谈。倒是开窍了，那谈呗。所以，我得先确定我到底是不是自愿的。我那天被下药了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所以我应该不是自愿的。爸，药是我下的，但酒是你自愿喝的。 如果谈不拢，那我还有另外一套说法。江湖人士朝生暮死，其实不是所有人都在意这件事儿。常言道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所以，你得试着让对方觉得这事儿不重要。江湖中人朝生暮死，其实有些事儿吧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意。常言道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金玉之言，如此可教。所以我得让自己觉得这事儿不重要。 可这事儿挺重要的，我做不到呀，这是我第一次啊。那你这么说来，倒是我亏待你了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。其实我今天来吧，就是想把这件事跟你说清楚了。希望你别再拿这件事来逗我了。可是你说话吧，一会儿东一会儿西，一句真一句假，我不知道你说话什么时候是真，什么时候是假的。我真的很想把这件事说清楚了。可是你说话吧，我说到哪儿？我在说什么呀？妈呀！ 我好像又没说清楚啊！你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慢慢想，想清楚为止。想清楚了吗？ 温柔，你怎么又跑来三合楼了？我不是来喝花酒的，我只是不想让你误会，不想让你不开心了。我之前真的被人下了药了，我犯糊涂了，所以我想来把这件事情给说清楚了。我已经弄清楚了。 啊，小妖姐姐那是在逗你的。其实什么都没有。小妖姐姐，你们什么时候关系那么好了？不是，合着你们闹我玩呢？你谈过15次恋爱，我当然要惩罚惩罚你了。 我第一次拔剑的时候，就是为了你。
婆婆，哎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小石头回来了。小石头，婆婆好。啊，这是？我叫温柔，小石头的好朋友。啊，温柔，好姑娘。婆婆，我给您带了一些糕点。哦，谢谢，真是个好孩子。夫子，您在上面干嘛呢？天下雨有点漏，我上来补补。修了一天也没修好，读那么多书，书上没写怎么修房顶的。没写。夫子，要不您先下来，这活让我来干吧。没事儿。你添什么乱，好好坐着。婆婆，之前我和师父住在山上的时候，这活都是我来干的，我熟练得很。好好好。婆婆，你就让他去，他要是做不好让他赔。嗯，放心吧啊，婆婆。好孩子，你跟我说说，你是怎么和小石头认识的？这要是说的话，可得说上一天一夜。那太好了，我最喜欢呀，有人陪我说话了。走，走。哎，夫子婆婆，我们先走了。夫子和婆婆都是好人，我以后啊要常常来看他们。怎么变成你来看他们了？那明明是我的事儿。我帮你们谢谢他们呀。不行。说起来，要不是夫子和婆婆收留我们，我们估计就要睡大街了。一个小石头，一个大白菜，睡在街上还不成菜市场了？哎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看京城风景。风景？铁塔行云还是周桥明月？我带你去的可比这个美多了。走，看。你慢点。你快点。哎，喏，看吧。就这屋顶屋顶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还是对京城不熟。你要是想看风景的话，我带你看。能不能别着急？你仔细看看。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？先前我和大白就住在那儿，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，我就瞎转悠，这转着转着，就被我发现这个好地方了。那这么好的地方，你可不能带别人来。月幕匆匆在天边，放心，就连大白都不知道这儿。要是以后不想闯荡江湖了，这样的生活也挺好的。听车马声，看秋霜冬雪，雨来窗下有花圃，梦回年少生白发。风急宇宙是江湖，风平浪静也是江湖，两个人相守也是江湖。江湖儿女江湖笑，当个人路遥，万曲红尘掩藏痴心昭昭。暮云中飞鸟，里风雨飘摇，再与君相此生天涯又海角。我盼你呀你，与人呀人，共流年真缱绻。清风缓缓来吹，不散相思缘，悲欢都付圆缺。